你说公主请上车？因为主人没说公主请上车，大金毛选择去流浪，小金毛也追随姐姐的步伐。面对两只金毛的失踪，铲屎官又该如何应对呢？亚美，若曦，亚美，若曦。你们疯了啊？跑到臭水沟里干什么？动不动了还跑啊？给我上来，有本事就不要回家。这狗送人了，谁要啊？有本事别上来啊，当流浪狗去啊。游也游了，吃也吃了，跟我回家吧，啊！来，走。疯了你啊！好了，王子，请上车吧。公主，请上车。
狗呢？